你以后还会在草原上跟我玩吗？会啊。那你会带我一起去北京城吗？我说的是只有你和我。好。我阿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大汗和他的将军们对你这么凶，你见到你阿妈以后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他好吗？我只会跟他说你对我很好啊。你阿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如果是男人的话，肯定就是皇帝。但是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火。那你阿妈也是一条龙吗？应该算是吧。有时候。说真的，不想回去。野心不放我，也挺好的。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我在外面闯了祸。你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。你阿妈是不是一个很凶的人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不过以前有一天他骂我，我很生气，就把自己最爱的一条小狗给打死了。我跟他说：“你看，都怪你。”结果他哭着把那个小狗给埋了，哭得比打我的时候还伤心。那你说，你阿妈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不会的。我会跟他说，你就是我的小狗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好，那我以后就当你的小狗，我们天上地下再也不分开。好，学得这么像。Hey!